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鱼。喜欢荒岛求生这个新坑吗？本期视频破5000赞，即可秒更下一集哦。欢迎小伙伴们在本期视频下方点赞评论哦。不说了不说了，小叮当我也要去抢沙发了。好美的日出啊，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屁股扭扭。这里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，等我出去可以回来搞搞旅游，门票250一张，矿泉水卖10块，用不了多久我就成了亿万富翁。啊，救命，我去，别怼我脸上好吗？虽然我玉树临风英俊潇洒，我知道你很喜欢我，但麻烦跟我保持点距离行吗？谢谢。要怎么保持距离呢？就像这样。这是好耶，变魔术喽，变魔术喽！怎么样，知道哥的厉害了吧？大变活人，这种高超的魔术表演开心。墨鱼你可真厉害。算你有眼光，你觊觎哥美貌的那件事我就不计较了。谢谢。哎，不用谢不用谢。可恶，没有趁手的武器，现在连小螃蟹都能欺负我，我今天一定把你拿下。小叮当上，咬死他。你可千万不要惹女人。 KO。 对不起了小螃蟹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我可以转告你的亲朋好友们，毕竟接下来的日子我很有可能碰见他们。螃蟹螃蟹，别着急，今天的海鲜大餐是跑不掉的了。走，露宿去。我跟你说小叮当，要致富先露宿，这是我几十年的生存经验。材料是有了，生火是个问题。小叮当，你有打火机吧？火鸡，火鸡是啥？我没吃过耶，好吃吗？好吧，我也没吃过火鸡，那咱们只能钻木取火了。我钻，我钻。我的前前玉手啊，撸树都没把我的手磨破皮，钻木取火把我手弄出了这么大个茧子。哇哦，墨鱼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偶像。这不是有手就行吗？等着，哥烤螃蟹给你吃。哇哦，墨鱼哥哥，你好厉害哦！哎，低调低调，这只是我生存法则里千万分之一。墨鱼哥哥，有你在真是太好了。哥子哥走，哥不找你，哥可是生存大师啊！这螃蟹不知道烤焦了没有，我先帮你试试毒。阿莫，真香！我也想吃。耶，螃蟹他兄弟送上门了，哥这就给你逮一只。毒死！